方式来呈现健康美食的餐馆。我们现在在吉隆坡有三间店面，一个是在曼达拉航星巴沙烧，我们来参加这个投保，就是想要就是找到更多资金来让自己的生意发展得更好，也是来自于更多人，还有当然就是老师们的教导，就是可能会教到我们一些比较更厉害的策略。健康美食的餐馆，我们讲究主要是我们会添加无味精，这样子有一个是好的表现。我们是希望每一年都要达到五十，每年达到六十个人的人均是五个名额的奖项。其实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是经验的，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些合作的分销的餐馆。根据统计，我们是有在每年就是有一个 main corporate location 的，所以我们选择机会是拿下至少五十个 corporate location， 还有我们的实体店面。我们当然接下来会 explore 我们的 licensing， 还有我们的品牌的来去把它做这件事情。弄好了我们的 primary audience， 就是我们的上班族，接下来 explore 哈拉市场来开始去我们的品牌的这个品牌的。感谢 Nico 的表演，接下来表演的时间交给 Nico。